你跟我在一起啊、哦！这是什么味道？香水吗？还是洗发精？这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。还有猪猪妹的身体软软的，为什么手手腰腰也都软软的啊？好喜欢！今天我爸妈都回乡下了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哦，那你一个人会不会怕？嗯，会。那我陪你吧。可是我发誓我不会乱来，我是正人君子。好吧。客厅有畜生在闹，我们进房间看 Netflix 吧。好，这是我房间，请进。我靠，这核弹炸过吗？嗯，好害羞。天哪，你这小手手！猪猪妹，我喜欢你，请跟我在一起。啊，女生的味道好香哦！这是什么味道？香水吗？还是洗发精？这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。还有猪猪妹的身体软软的，明明看起来那么瘦，为什么手手、腰腰、捏捏都软软的，好像婴儿啊，好喜欢。你干嘛一直看我啊？你好可爱哦，傻瓜很重哎。嗯，抱着。咦，笨蛋，不想上班。乖乖啦，回来帮你按摩。好，收到，老婆大人。那请一个。咦。Baby baby， 假如我要跟法拉利哥去吃饭哎。怎么又吃？上一拜不是吃过了？ Peter 难得来台湾啊。今天吃火锅哦，怎么已读不回？ Baby 吃了吗？我一个人孤单饱了，你就跟法拉利哥亲亲抱抱结婚生子好了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天天一起吃饭了。哈，好紧张哦，靠，对方也太强了吧，是不是我客厅客太少？这走位也太迷了吧，不会是外挂吧？我明明放防御了，怎么被挡到？靠，要输了啦，烦死了，今天打超烂的。你觉得这个牛要先煮吗？喂，你有在听吗？啊啊，我说你觉得这个牛肉要先煮吗？随便啊，先煮后煮有差吗？你凶屁呀、啊、我哪有凶，我的意思是说你先煮后煮都可以呀、啊、傻瓜 baby。于是去看了一家新的烧肉店呢，要不要去试试看？好啊，那我化妆。好，走吧。我还没开始化。好、啊，那你刚刚在干嘛？妆前保养啊。哦，好久、哦。这是什么？妆前校色啊，我的皮肤会泛红，要擦一些绿色的妆前乳，校正我的肤色。哦。那这是干嘛？上腮红啊，脸颊红红的，比较有气色。那刚刚干嘛校色？你在干嘛？哦，修一下眉毛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画眉毛啊。那你刚刚就不要修啊。答案是修形状好吗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哦，我的唇色太深了，要用遮瑕膏遮一下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擦口红啊，嘴唇红润的，看起来啾啾啾比较好亲，不是吗？我的妈！baby 包包好重哦。哦，我帮你背啊。谢谢 baby。嗯，重啊，一瓶水而已。你放上来吧。不行，那很重哎、欸。没事没事，你放上来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还好啊。打不开。哦，开了。妹妹好棒。你家不是有很多娃娃了吗？可是这个咖啡色的熊熊跟你一样颜色，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把熊熊当成你抱着睡觉。哦，竟然是为了我，卡哇伊。好，我帮你加。熊熊，你想跟我回家吗？你下来的话我就叫你卡比熊熊。连名字都取好了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一定要夹到，一定要夹到，一定要夹到，一定要夹到。baby 好棒棒，最喜欢 baby 了。十五号，玲玲，你看这双鞋好可爱哦，我们买一样的。好啊，江江，好看吗？
你的脚小小的，鞋子小小的，线条好像比较好看。我的整个看起来又大又长，好笨重。哦，好像是哎。Baby Baby， 烟火要开始了。他的手好小，只能握住我两根手指头。明明应该是人类，为什么他的手会这么小啊？卡哇伊！好多人哦！小心小心，我保护你。他好小一只哦，人群都淹没他了。如果不跟在他旁边，根本找不到他，感觉他会被旁边的臭男生踩扁。我要保护好他，可是他好小一只，感觉用力抱就死掉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